好，我叫王静怡，我背诵的课文是三年级第一课十四和四十。四十四，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要想说对四，舌头碰牙齿；要想说对十，舌头别伸直。谁能读得准？请来试一试。现在，请大家挑战一下升级版的十四和四十。山前有四十四棵紫色柿子树，山后有四十四只石狮子。接下来，我要给大家表演一段上海说唱《金陵塔》。金陵塔，塔金陵，金陵坡，塔第一层，一层坡梯四座高，四座高上有金陵，风似金陵万万响，雨当金陵，金陵有金陵，各处坡子坐着真伟大，谁是古代劳动人民与世界金陵啊？雨当金陵，金陵有金陵，谢谢大家。